前几天啊，我跟朋友聊天，朋友问我说：“最近看你朋友圈总是发一些什么急救啊、救人之类的东西啊，你不是一个学对外汉语的吗？怎么跑去搞学医学去了？”于是我就很正经地问他：“我说，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突然有一个人倒下了，就比如说是我吧，你会怎么做？”我想都没想说，自拍合影发朋友圈，转发10个群。 当然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一个玩笑了啊。但是如果同样的问题，我问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有一天你身边有一个人突然倒下了，你会帮助他吗？其实，随着社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哈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像这样子的新闻出现在报端。在中国，每年有超过54万人因心脏骤停死亡，平均每1分钟就有一个人因心脏骤停倒下。 在刚刚我跟大家说话的这60秒钟之内，在中国就已经有一个人倒下。如果这个人是倒在你身边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你敢做什么？打120，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，对不对？但是打完120以后呢？你能做什么？干等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在中国像。 我们广州这样子的一线大城市啊，救护车到达现场的平均时间要15到20分钟，这还是救护车不走黄浦大道的情况。但是当一个人发生心脏骤停，死神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4分钟，超过4分钟，人的大脑将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，超过10分钟，人被救活的几率几乎为零。 这就是我们在急救中常说的黄金4分钟。所以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，真正能救你的人，真正能帮助你的人，是你身边的人。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，坐在周围的人有没有人会急救的？在中国，掌握急救技能的人，只有人口的不到1%。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可以达到30%到40%，在美国像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可以达到70%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？你去赌城、瞎逛，随便找一个服务员、清洁工，他们都会做心肺复苏。所以说，其实，在中国，大部分人对急救这件事情有一个最大的误解，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只有医生才可以做的事情。 那么掌握急救技能难吗？其实不难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接下来的5分钟，我就可以教会大家心肺复苏的基本要领。好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学一个，大家先跟我学一个按压的基本手势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把两只手伸出来，5指张开，交叉扣紧，很好。你的手臂应该跟你的身体是垂直的，好，小心不要碰到前面的人的头啊，好吧？ 很好，大家都做得很好啊，看起来大家身体都非常协调。好，那其实按压的动作呢，大家只要记住3个要领：按哪儿、按多深、按多快。那么按哪里呢？接下来我就请出我的搭档 Tommy。我们的 Tommy 呢是一个比较精致的男子。好，提问：假如 Tommy 倒地，你要按压他，你要按哪一边？ 左边还是右边？觉得左边的举手。好，恭喜你们成功把 Tommy 左边的肋骨按断了。好，其实很简单啊，道理很简单。我们人啊，这两边这些一条一条叫做什么骨头？排骨。是谁？一看就家里经常做饭的。肋排不是肋骨啊，肋骨。 肋骨，人的肋骨是非常脆弱的，但是呢，在人的胸部中间啊，有一块骨头是叫做胸骨，它是可以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的，所以今天我只要大家记住按哪里，按中间。好，那么按多深呢？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标准是，5到6公分。
大家手上如果说有名片或者说银行卡，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啊。卡片的宽度就是你要按压的深度。是的，很深。而且呢，在你真正按压的时候，你也不可能拿个尺在旁边量着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关于按多深，我希望今天大家只要记住，用你最大的力气按压，用最大力气按压到的深度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按多快呢？根据标准啊，是每分钟100到120下。这个节奏呢，大家可以回去参考一下《最炫民族风》的节奏，回去可以多听一下啊，说不定你听着听着就变成一个非常合格的急救员了。好，当然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需要在像汤米这样的模型人身上反复的练习才可以熟练。所以今天大家只要记住这三个要领，在胸部中间大力快速的按压。好，现在大家学会了怎么按压了，那我问大家，如果说今天你走出去然后看到有人躺在地上，你上去就按吗？万一人家是在睡午觉呢？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发生了心脏骤停？有两个判断标准，第一，请看他有没有反应；第二，请看他有没有呼吸。那具体怎么操作呢？我和我的 Tommy 跟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发现 Tommy 倒地，拿出手机录像取证，绝对不是为了发朋友圈。确认现场环境安全，进。Tommy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？Tommy， 你不要离开我 ，Tommy 没有反应了。你们有没有人可以救下我的 Tommy？ 请你帮我打一下120，请你帮我拿一台 AED。我要数一下呼吸，1001、1002。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，没有呼吸，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我在这里暂停一下啊。刚才我做了两件事情来判断 Tommy 是不是发生了心脏骤停。首先，我大力的拍打 Tommy 的双肩，在 Tommy 的耳边大声地呼喊他的名字。这个时候如果说 Tommy 一动不动没有反应，当然大家也看到他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如果他有反应就很可怕了，他一动不动没有反应，那你可以判断他是没有反应，请进行下一步判断他有没有呼吸。要判断有没有呼吸，侧过来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。如果一个人的胸廓超过6秒钟没有起伏，那么你就可以判断他是没有呼吸。刚才我数1001到1006是在数数啊，数6秒钟。当一个人满足没有反应又没有呼吸两个条件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判断他是发生了心脏骤停，请你开始心肺复苏。好，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么多啊，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说不敢救，那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在去年我国就已经出台了好人法，我国民法总则的第184条，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啊。所以今天大家知道了，如果你走出去看到有危急情况，请大胆放心的出手去救，因为你是受法律保护的。那么其实我啊是AHA 的美国心脏协会的认证急救导师，在我的课堂上呢，我特别喜欢跟我自己的学员讨论 Life is why 这个问题。那我其实会非常好奇说大家为什么想要来学习急救课，那我也因此得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答案。在大概是2个星期前的一次课堂上吧，有一位学员跟我们说，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，在去年她送孩子去学校上游泳课，有一天很不幸孩子发生了溺水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游泳教练没有一个人会急救，大家就这样看着孩子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，最后虽然送到了医院，还是孩子还是走了。
其实说到这里，大家也应该猜得到他来学习急救的原因了，因为今天他跟我一样，也成为了一名急救导师，把急救安全的知识带给更多的人，把安全的这个保障，把生命的保障带给更多的孩子。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呢，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很简单，我是一个90后啊，从小我接受的是一种远离陌生人的教育，我们担心孩子出门会不会被拐，被拐了会不会有人出手阻止，我们担心家里的老人下楼遛弯会不会摔跤，摔跤了会不会有人扶他，我们担心长期熬夜的好友会不会爆肝，如果爆肝了倒在路上会不会有人救他。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明明生活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都市，我们却时刻深感孤立无助，在最危急的时刻离我们最近的人却是离我们最远的人。再过几天我就要坐上前往异国求学的飞机，作为一个即将要长期离家在外的游子，作为一个女儿，作为一个家人，作为一个朋友，我真心的希望能将我最深爱的人交给我最心爱的这个城市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身边有一个人倒下了，你会帮助他吗？谢谢。